草坪上有什么昆虫？草坪上，草坪上有什么昆虫？你会说它的名字吗？螳螂。对，这螳螂，我走过去看看它，跟它打招呼。它说：“我来到我们蓝领的家哦。”它会说什么话？对，我们跟它讲话，走。哇，好大只螳螂！嗨，它是纺织娘吗？还是螳螂？还是蟋蟀？还是恐龙？看一下，它是有没有触须？触须啊？有触须啊。好，去看看它，弟弟。我看看，我怕怕。金龟子吧？金龟子吗？金龟子不是。它应该是蟋蟀哦，纺织娘，是不是？它是金龟子，金龟子。它上面也有蜘蛛网呢，姐姐不要靠近蜘蛛网。上面有什么蜘蛛网？好了，你跟蟋蟀拜拜。没有水。